它跟网上看的不一样，就网络视频仅供参考，甚至于我的视频也是。他得回真假厨子说，沈阳大肘子盖饭，俩人184，你们以为四个肘子就能打动我？肘子拌饭是98，但人说有团购68。首先要说这个肘子拌饭，它跟网上看的不一样，网上看的这么大盘，那肘子那么大。没网上看那么夸张啊，一个小肘子六个鹌鹑蛋，我怎么在网上看的跟鸡蛋似的？人家那摄影技术那么好，多来点吃的。人店家说了要拌啊，来吧，我还是先刀块皮吧。肘子炖的软烂度挺好的，肥不腻，香料味并不冲，微微的还是有一点猪肉那种腥味。其实就是你搂席的时候那大肘子糊弄米饭嘛，就点汤挺好吃，只是他们和我想象中的大小有非常巨大的差距，就是要图片仅供参考。嗯，对，摄影师技术真好，就网络视频仅供参考，甚至于我的视频也是。软炸鲜蘑24，真的就是软炸蘑菇平菇，这大片那个灰色大片那个蘑菇，蘑菇24，今年22，不贵，吃饭。老唐，昨天这游戏群好多人在晒免费领的新手机啊！我看看，宣传到位了，群里这么多人。不过你评论区有人说领手机很难呀？难啥呀？听别人说不如自己花几秒钟下载，点左下角链接下载，看是不是真的能领华为 Mate 60和苹果15 Pro Max。只要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一定要从你这下载才有吗？我左下角是专门为大家申请的领手机极速服务，左下角厂商承诺，只要是从我这条视频左下角下载的，参与活动华为苹果随便领。这游戏在平台报备过资质了，活动真实有效，冲就完了。哎，还真是，左下角游戏这就给我发货了，酱大骨2块29，你要瘦的我来点肥的，15元1块。上海大骨的肉真多，肉紧实有弹性，炖的不是特别的烂，整体酱卤的味儿、药材味儿比较重，微微偏甜，还可以，真的。那酱骨的说白了就是啃骨的过过瘾嘛。肉倍儿多，大吸管，缩了骨髓。哎，我这块没有多少骨髓，你那块骨髓多，14块我一块，但是肉真挺多的。鱼香鸡蛋是因为我以前没见过，22。从网上看他们做这个，不都说这个巨下饭吗？吃的时候不都这样吗？我尝尝，有那么夸张吗？哎，不是，鱼香口还挺重，和我学的这个京派川派那个鱼香口一样的。啊，就炒鸡蛋嘛，多放油，高油温，哗哗的爆出来，这肯定香啊！紧加饭。这个弄来做盖饭也不错。哎，你这左下角也太迅速了，就吃几个菜，华为就发货了。你以为呢？有没有点左下角链接下载就知道了？就你啊，这顿是184，你得吃俩，足够3个人吃，人均大几十块钱。所有东西都不难吃，但是你绝对别相信网上视频里那种感觉，肘子那么大，吃的那么香，菜不难吃，不出彩，正常饭馆就这样，普通，不贵。